蔡英事情都挺好，我们的孩子就是做梦的时候有一个老婆给他个小人，没几天就怀孕了。我今天想挣到100万，咱就挣到了。老人身子骨不好，求了他了，好了。拜这个后头婆娘的，我心里有点感应。有什么发誓，一上山，他一回去就全忘了。我们这儿就是，你想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想什么都有什么样的，他都有。卿卿我我。成了传说，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，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。这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这儿是义县洪崖山后山奶奶庙。叫王莽跟刘秀追到这儿来，然后我们这儿后山奶奶救的他命。刘秀回去等着自己给奶奶修的是皇帝奶奶庙。他说我奉你为神，因为皇帝有这个权利奉神，奉为老奶奶为成天效法后土皇娘。老奶奶是农民出身，不论贫富贵贱他都保佑。缺哪个神器，你那儿捡一个。你信这月老吗？信呐，真信呐！啊，我天天给烧香，保佑我们夫妻和睦啊！夫妻和睦不？和睦。我得拜拜月老，然后让月老给我赶快把我的红线牵上。想到求到，保佑到。不需要太漂亮，只要能过日子就行。给老奶奶学习点功德，剁了咱们增砖添瓦，少了咱们添油买蜡，咱们都自心自愿呐，心诚则灵啊！去年我们这个大庙是找都是摔着向山全找了的，找的老了家的，我们又自修的。这没防火呀、啊？你这个防不了了，你火哎呀着了都救不了了啊！就整个把大殿烧了，嗯，把这大殿全烧了。我们新建成的。你看这么多钱，但是没多少是自己的，这修庙好几千万，有门票都不正规。信仰谁都可以信，谁都可以烧香，但是为什么要门票？有人说你们敛财吗？有不理解的，不理解的多。但是理解的呗，自是理解。像我们这一炷香10块8块，他都能接受。每一天都有人烧香，嗯，都没断过。保着你人顺财旺，啊，家庭顺当，一顺百顺，事事顺心，增福增寿增财源，一心哎呀保平安。哎呀，心想事成，有求必应。我请香，我烧个香山多少钱？你愿意烧多少钱烧多少的。求前忙，保秋收，保中埋，我要跟着来烧香。求神灵为弟子降下吉祥，百忙中我又跟着来烧香。冬季里来雪花飘，为儿孙我不怕冷，进庙儿把香烧。有许愿来有许跑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